谢谢 Jazz Corner 精彩的演出。哎，董老师，我去前面。哇 ，Ray 真的很棒，很感谢 Jazz Corner， 再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。Yeah！ 而且他们演的是我们刚刚最后一首歌，是我们乐团，哇，好快哦，11年前写的歌。哇，那我们在11年前写歌的时候，没有想到有机会在台东听到台东的同学来演我们的歌，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，再次谢谢他们哦。在我们继续到节目下面节目之前，跟大家提醒一下，我们在这边有厕所 ，OK， 然后后面我们的吧台有饮料的贩卖，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哦。然后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会一直到晚上的10点以后，所以如果你有什么亲朋好友没有来的，帮我们扣一下，让这么难得的音乐节让更多人知道。你现在就算从远一点赶过来都赶得到，对吧？哈，晚上还有更精彩的节目，而且一团比一团厉害。我们下面就来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合唱团哦。在这边我们介绍两位在地耕耘非常非常久的非常重要的两位老师，一位是林老师，一位是朱老师，给他掌声鼓励鼓励。来介绍我们家这两个乐团好不好？你来介绍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宝卡贝拉跟美宝乐园，然后我们是一个来自宝山国中的阿卡贝拉的团队。那因为我有训练小朋友介绍什么是阿卡贝拉，那等一下就让他们自己来说。那我简单的介绍，等一下呢就是会分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就是现在的国中团，就是他们还年纪很小，所以他们今天超紧张的。那希望大家等一下还是不吝啬你们的掌声。然后等一下第二团呢就是校友团，就是有的已经念大学了，有的念高中。然后今天非常感动，然后非常开心，台东音乐团台东爵士音乐节的邀请，然后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，在疫情之后，然后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唱歌。我们很久没有机会可以上台唱歌了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，谢谢。那我们很感谢这当中一直有 TCMC 的这个台湾合唱音乐中心的这个支持跟协助，跟朱老师的协助，然后给我们很多的资源跟帮助，让我们麦克风交给朱老师。其实我来只是三把火啊，其实真正的cooking 的呢是厨师，还是林老师跟这些个材料们，我只是三火的啊，那希望还以后呢还会继续来台东三火，谢谢。哇，再一次给我们的林老师跟朱老师掌声鼓励鼓励啊，也给我们小朋友打打气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太小声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耶、yeah, ，那我们就把舞台交给我们的宝卡这个美宝乐团跟这个宝卡贝拉，耶、yeah!。Party, okay, party, okay. 把你的笑容打开，跟我。
潇洒的不比人，我的盼望谁敢醉，我会用这轮回每当你能炸开整条街，把你的双手打开，跟着我动起来，让我们轻轻摇摆 party all day party all night， 把你的笑容打开，跟我唱起来，让我们回到未来，带上吉他一起别说青春的小鸟不回来，不回来，爱过就一定存在。时间转太快，我提醒你，离开不我已经摇摆一起 ，All night。嘿，把你的双手打开 ，Party all day, Party all night， 把你的笑容打开。现在就回到未来，背上吉他一起 fly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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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背上吉他一起，快跟着我们一起 那就是你，红线划过山丘。